大家好 ，We are Super Girls。为咗保护地球，做咗实际嘅行动啦。我哋做咗呢张咁靓、咁悭电、咁环保嘅一张台啦。平时喺唔同学校嘅课室小息嘅时候，硬系会着灯，但系根本唔需要。喺自修室嘅时候，可能又要再着灯，但系可能又系唔需要。因此，我哋制作咗呢张台，希望喺有需要嘅时候先至真正开灯，唔好浪费能源。除此之外，我哋希望用一个环保啦，以及个悭钱、尽量简约嘅方法去整呢张台。因此，呢一张台就成功咁样诞生咗啦。首先喺台面，大家见到有一个电磁盒喺呢边，有个电磁盒、Ampere 嘅主机板，同埋一个超声波感应器。个光线感应器只要感应到光线嘅读数系少于600嘅话，咁佢就会发光；如果系大于600嘅话，咁就唔会发光。我哋曾经做过测试，喺开灯嘅时候，光线嘅读数大约系1000左右；如果熄咗灯，因为有自然光嘅关系，所以大约有200左右。而且我哋做过测试，600呢一个嘅标准咧系适合同喺度读书或者做其他嘅活动，因此我哋选择咗用600嚟做一个标准。唔知冇评判可以坐低试下如果。因为光线型系有啲光，所以我哋选择咗用一个胶纸遮一遮佢先。超声波感应器是防止如果前面的读数是小于600的话，它依然是开着，所以我们用了超声波感应器。超声波感应器如果感应到是120cm 范围内是有障碍物，即是人的话，它就会发光。因为防止会有人咧唔喺度，但系仍然会发光嘅原因咧，所以我哋就会用咗呢个超声波感应器啦。都喺有人嘅时候先会真正咁样去发光，令到呢个效用可以去到最完善嘅地方。我哋喺屋企接收我哋嘅嘢，我哋就会着灯啦。然之后搣咗呢张纸，即系佢光啦，然之后佢都系坐低，系唔要着灯。咁係唔會著燈嘅，所以係要具備呢兩個條件先可以真正咁樣去著燈啦、發光嘅。但係咧，就齋喺表面上面發光都係唔夠，因為我哋學生係有時要喺櫃嗰度抽啲文具啊、包裹咁樣，都係要有時揾唔到或者係唔見咗，所以我哋設備咗呢個。可以發光，喺櫃裏面都可以發光嘅一個感應器。呢一個一個觸控感應器啦，同埋都係 Ampere 嘅主機板啦，同埋一個嘅裝有電池嘅電池盒。今次裏邊呢個觸控感應器咧，裏邊嘅 Ampere 主機板裏邊附送嘅嗰個燈咧就會發光，喺5秒之後就會熄翻。喺呢5秒已經足夠令到學生喺裏邊抄嘢，唔會損害到佢哋嘅眼力。咁所以喺課室嘅時候都可以用到。除此之外，我哋都用咗發泡膠作為呢個材料。發泡膠係一個可以防水，所以咧，我哋即使學生倒扯咗啲嘢咧，佢都唔會受任何影響嘅。而之後其實咧諗咗啲改良嘅方法，例如喺呢個光線感應器啦。如果佢光線感應器感應到嘅讀數咧係少嘅話咧，可能要發出啲光可以隔奶啦。如果佢感應到嘅讀數係比較大嘅話咧，咁發出嘅光就可以少啲，咁樣咧就可以真正切合到用家嘅需要。除此之外，我哋底嗰度加咗個發泡膠，希望佢可以有呢個平衡力，令到張台唔會跌。所以同埋呢啲台裏面都有啲竹籤去支撐佢哋，令佢哋唔會咁容易跌啦。另外，因為我哋驚佢哋會跌，所以用咗玻璃膠嚟黐嗰個。呢一張台都係我哋有時候都要揾家長或者老師幫手，所以我認為老師都係好重要嘅一個角色。係，係完畢，多謝。